汤烟主演电视剧《克拉恋人》曝光200斤胖装剧照，网友粉丝纷纷表示强烈期待。据了解，有微博网友在看片花中爆料，夜以继日的奋战，《克拉恋人》90分钟片花终于新鲜出炉，汤胖胖装首次曝光了，并配上9张翻拍电视屏幕剧照。从图片中可以看到一位体重超过200斤女孩，举手投足间与唐嫣极其神似。随后该博主删除了微博，网友纷纷猜测该胖女孩就是唐嫣挑战200斤胖装剧照，同时惹得观众粉丝强烈表示好可爱，希望是唐嫣，强烈期望赶快播出。据悉，由唐嫣主演的电视剧《克拉恋人》已全部杀青，预计2015年下半年播出。